换个颜色吗？对啊，对觉得，哎、欸，钻石的颜色是什么？那个蓝是叫什么？蒂芬尼吗？哦，蒂芬尼，有到蒂，我觉得有哎、欸，蒂芬尼不是会有点是有点绿吗？还是怎样？对啊，蓝绿啊，钻石有点蓝绿蓝绿啊。钻石有蓝绿吗？有啦，有一些人看到钻石是那个不是类似有点像荧光蓝的那一种吗？就是很这比较这个就是看每个人的看法了。那个对颜色的敏感，对。你会画画吗？蒂芬尼绿，不会。蒂芬尼绿，对啊，害羞什么啊？快出来！哎、欸，你出来啦！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啊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还在挖，还在挖。等一下，我再把他全家大小挖出来。等一下啊！好，那我们去找你了，我们去找你了，你在哪？啊，可以，好像在另外一边，人家蛮远的。我来啦！我来啦！来之前挖，先挖。我想说，你怎么突然往回跑了？怎么回事？我挖红石。哇，你们今天往上爬了？为什么？还没有。我在你们头上，我在你们楼下，我在你们下面。有了，我知道。有，嗨，哦，原来是这里呀、啊！来，那就在这边啦，在这边。那就给你挖好不好？给我吗？哦，好。对啊，哪边都给你啊，通通给你啊。好啦，通通好吧。那、啊、还有什么？哇，九颗哎，好多哦。啊、所以刚直接挖到八颗是不是？应该吧。好爽。好，倒个水哈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对，要干嘛？哦，我们去赚经验，蹲蹲走赚经验啊！熔炉摆出来，烧装备。熔炉在我身上吗？熔炉哥啊，我们自己做啦，鹅卵石那么多。对啊，你看管熔炉的哎、欸。对耶，哎呀，结果啊，哎，都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哎、欸，在烧、哦，是想烧什么？烧。干嘛干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是不是有一个白痴哦、喔？还你啊！好，这个给你，这个也给你，然后这个也给你，这个也给你。他来给我多少东西啊？给你垃圾！你在乱丢！领养，哎、欸，回收。领养代替购买，没办法做地狱门啊！没办法做地狱门，可以啦。这做出来不想去而已啦。这界有界没开放吧？没有啊。我们的父母太要好了，耶耶耶！要体征呢，体征也做得出来吧？做得出来、啊，烧一烧，有，再烧了，烧起来！你有青金石吧？有啊，青金石我身上51个，嚯，有一半都是圆圆的，对。哎、欸，没有，远远没有到一半了、啊，远远大概18个吧，对。分我一些，分我一些青金石。哎、欸，青金石。你像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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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拉拉，拉，给你。耶、yeah, ，清水性走开了。现在不需要清水性。对啊，保护。既然工具有削弱，应该保护会好一点吧？吧？为什么刚刚有个附魔的声音是有点没电的感觉？这个吗？可是我用两等附魔吧？比较没有力。欸、那四颗钻石要干嘛？做两把钻剑吗？你叠吗？做两把钻剑叠啊。好啊，可是我其实比较不会用剑哎、欸。我也还好。四颗。繁星不是喜欢用木剑吗？那你用钻剑啊，把它当成木剑。哇！我已经负了哎、欸。啊？你负了、哦？功力一而已啊。没关系啊，那你先留着嘛，先留着、啊。对啊。熊猫团团再次警告你，啊、不要乱扔垃圾。被发现了！哎呦，好啦，这风力钻剑就给你啦！啊，风力钻剑给你啊！
你不要吗？哎、欸，我跑掉了，你帮我先留着好不好？好，我先留着。通常这样，我等下就死掉了。不要！好，感谢 UCHOU 可以。超级留言、欸，看一下你有没有锋利啊？我付不出锋利，我也付不出来。这一个钻剑呢？你看一下，看一下哦。哦，有这个钻剑有。好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铁都在我身上，等一下我回去。我刚拿经验走。这铁剑。OK。轰！轰！轰！对呢，有弩哦、喔。有弩啊！我回来了。对，可以做弩哎、欸，可以做弩哎、欸，我都忘记了。对呢。我有两根线呐、啊，可以做一把。我有两根线。哦，那我们可以做两把。怎么做啊？半线钩，不是半线钩。对啊，半线钩。半线钩怎么过去啊？铁。木。合成书耶。Yeah. 对哦，800万年没用过合成书。对啊。可是我怎么没看到半线钩啊？弓。哦，有了啦，阿七哦，看到了。耶、yeah, ！我做出来了。弩需要几个半线钩？一个。啊！白痴了我！啊！你干嘛？哪里狗嘞？啊！你干嘛啦？讲人话啦！丢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。丢啊！对啊。啊！你知道我刚刚在丢垃圾的时候手残把羽毛丢掉了。你给我道歉！你给我。现在羽毛好像六个还七个。你丢了六个还七个？我这边有八，我这边只有八个。哇，八个羽毛、哦！哇，对啊，我八个羽毛够啦。好够，那够，不然原本我们可以死六个了。对啊，可以多超多根剑。不，团呐、啊。No。哎、欸，你弩做了吗？我做了。要做两把嘛？你自己做一把啊！真的，自己做一把，我自己做一把。被你气死哎、欸！哎、欸，碎石给你，碎石给你。我只能跟敦敦要了。哎、欸，繁星不要走，干嘛啦？真的，我给你钻剑呐！拿去，拿去，拿去，拿去！等一下啦，熊猫团团，你快点！等一下，这给你。那这给你。你说你最喜欢木剑？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想要？好，跟你换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走开啦！哎呀，乱丢哎！哎，好好好啊，好啊！开后面，好啊！这边乱丢哎！我还特地附木剑呢，你自己看，浪费一等。看一下，那我岩浆啊。哎、需要一点见识。等一下、哦，我不是啊，繁星说喜欢用木剑打人嘛？不是，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用木剑打人，不是我喜欢。对啊，所以那个钻剑给附木剑啊。好，那个团团我分你一半的见识。好，谢谢你。七根。好，我觉得七根就够了。我觉得应该射不出那么多。来附一下。有贯穿，爽。贯穿，转，还可以再做一个弩哦。哎、欸，不行、欸，我没有线啊。哦，白痴哦，当然没线了。我没线啊，打怪啊，主要是没线的。对啊，嗯，啊，现在缺经验值啊。嗯，升一等。的啊，开挖，真的要割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先把附魔台跟那个收回来，不然等下被拿走。啊，卡住了。走 ，OK， Go。他是走这啊、哦，对，哦、看到了。这本叫《饥饿大道》。饥饿大道，好饿哦，饿哦哇！哎、欸，他们蘑菇汤一口气把它吃满、欸。对啊，好强哦，刻满哎，超强的，真猛。所以这一届如果没有前期就是没有遇到把他怼死的话，他根本就可以复活啊、嗯！对啊，蓄战力太猛了。是说有点想上厕所，可以上厕所。你几次了啊？每次跟你同队都讲这句话，真的，他每次都这样。我跟他同队也是、哎。我今天喝绿茶是一个小时了。绿茶也是利尿，怎么会是想、哦？你是想尿尿还是想大便、啊？对啊，我想尿尿啦。不会讲人话哦，厕所那么多种。
还是有个女生叫厕所，你想上她？好，她不见了。在因为其实打到一半这样也不，她每次都这样啊，也有点忙吧。她上次就是交响乐，你知道吗？肚子在打交响乐。啊，挖到钻石哦！把附近清空，把他整个家族挖出来。白痴哦，原来这把叫木剑哦！啊，什么东西？这个钻石剑，它名字叫木剑啊。哦，为什么？他刚刚不就说我很喜欢拿木剑打人？啊，为什么那个钻石剑叫木剑？他命名的啊。哦，啊，来了啦！我想说怎么回事嘞？只要挖钻石。哎、欸，那我挖我挖。给繁星啊，给繁星、啊。来，我们拼大富豪。哇！在哪里？这里吗？好神呐、啊！几颗啊？应该六吧，七颗吧，六吧，去去去，可以做裤子，去去去，团团去，团去，去去哦，啊，去去去去去，去去好来来来来来，做裤子啊，或是那个啊，嗯，哎、欸，哪个？我突然想到，然后做鞋子好像还会剩，做鞋子会剩两个，会多一个钻戒呢、啊。对啊，裤子要七个啦，对啊。那就，嗯，帽子，可是这样就变成是啊，做鞋子加一个钻戒啦，就这样了。你钻戒，看你啦。人家做完之后又挖到了，然后做完之后又马上挖到钻石。对啊，那就怪团团啦，真的是怪你，怪我，怪我，来，我就做。对哦，我要挖一下摊，挖个经验值。哎、欸，那个墩墩过来，这给你。为什么？哦，好，还是你要你要钻石的？没有，我不要钻石。我以为你要给我钻石，我吓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吓到？不知道，不习惯用那么好的。可是其实是我也觉得给我蛮浪费的。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。好了，这给你，这给你，来，给你拿去叠装。哦耶！哎呦，那铁针放一下。哎、欸，石头是八百惩罚，对不对？对，八百。你要八百了、哦？我快八百了、欸。不是你家的？就等一下换人挖吧。那我等一下就在你们附近先挖爆它哦。挖爆它，可是也容易会爆炸，会八百以后就会爆炸喽。对啊，对啊。是，那我开始不挖了吗？对啊，挖好。好，那我挖。你是已经八百了吗？沙差八颗。好，那先不要挖好了。没关系，我挖安三年那些。好啊，好啊。啊！嗯，没碰呢，我在等。哦，原来是你脚步。嗯。刚想到什么脚步声这么明显？哦，怎样？他们？怎么到现在还有那个护盾呢、啊？一直吃啊，刚刚又吃了一颗。他们一直狂吃啊！没吃过蘑菇汤这么好吃的，有没有？对啊。对啊。又香又浓。哎呀，那感觉一波没打死的话，又完全满状态了。对啊，就一定要把他们就拼一波、啊，怼死，对，拼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啦。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怎么想想都是我赚呢、欸？怎么想都是你赚呢、欸？啊，对耶，好像是哎、欸，我在讲什么？你很赚、欸，你很自私哎、欸哦，我超赚嘞、欸！啊，都给你活就好了啊，对耶，对啊、不是我死就是我活才对嘛，对不对？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
哦，对啦，对啦，这样才想说你活好啊，这样就我死你活啊。好啊，游戏都给你玩啊。我刚刚好像在讲废话。怪耶，团团自私耶。你最好这一届让我拿到冠军哦。拿不到，对不起。直接跟你说不行。直接道歉。哎呦。讲完真的还没意识到，你们讲完，你们在那边讲，我才想到，哎、欸，好像对，都给你活掉了，真的耶，都给我活掉了，都铁哦，真的耶，谁在我旁边挖？挖土吗？对，哎、欸，我叫挖土伯、哦，是你啊、哦？是你吗？